三二一，请剪彩。恭喜！请收彩球。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113南英大美术系113级的这个毕业展哈，穆辉云哈，那非常棒哈，我们南英大美术系长期以来就是跟社会企业、画廊界不断的做一个沟通跟结合，好，那我们这次毕业展也展示出学生哦强大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跨出学校、跨出学院哦，用他们的一个技术力，把技职体系的这个精神发挥，那跟外面的这个社会哦真正做到一起结合。一个程度，好，那像我背后的这些水墨，事实上大家哦都是非常用了一年的时间，哦在毕业的时间把它发挥出来。那今年很多的这些作品，事实上都在我们上个月办的南英大艺术奖，哦事实上都非常的受到这个各界的一个肯定，哦所以欢迎大家这段时间多多关注南英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展。
hope you still want me. I hope you still need me a million years from now. The seasons are changing, the nights ever fading. It's time we left the ground. Let's leave for an eternity. We'll sail across the lights beyond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eternally. I'm an addict for your love, it keeps me high.用魔鬼粘粘过去了，金丝多万贯，武艺十八关，非是夸大口第一，两相传呐，在下大人第一哈，感谢大家，谢谢。哦，这个是咱的掌中戏哦，中央戏，大家非常欢迎，等下家己的这个母校啊表演哦。来做人上开口，辛苦两条票，那就免去风骚。啊，要听夜半曲，啊，要听再点无，做你也无伴，你想法无奈何。啊，回去做生理，咧半坐半佚佗，有时袂过子，有时袂紧张，有时袂软弱。啊，头皮挂花咧，脚穿草鞋帽，辛苦排大架，出来去咧歌，有时钓人带，有时钓苦草，有时钓满树。啊，辛苦了咧，穿外袖咧，寒天寒风吃冰火，去啊街路冰凉人咧，冰凉吃落去下怀酸老安哥。哦，什么你念？我是咧念是吧？大家唔捌啦吼，拄只韩国舞蹈社吼，咧韩语啦，啊，韩语的 rap。啊，即摆阮这念的是咱正宗的台湾的 rap， 啊，这念头啊，掌声鼓励一下。无担当，哎，无担当，我跟你讲，天空无担当，阿伯嘞，天空无担当，是不是？哎，好理智，什么事？不是啦，咱的哦，美术系哦，咧国际化，天空无担当，是不是？就是人山人海。啊，你唔知啦，今仔日就是阮学弟妹伫遮咧办这个毕业展啊。哦，毕业展，啊，你较早。读一间哦，哎呀，我第100你家的毕业生哦，啊你安尼，啊啦，我太太拢讲讲我咧做日本料理的，嗯，安怎讲你咧做日本料理？人拢讲我咧美术系，美术系，哈哈哈哈哈，那是美术系，不是美术系，啊，听讲你太太比较高家的女朋友，哎呀。我较早阿姐，即较早拢学姐学妹啊，啊我较早拢做阿姨的啊，做阿姨你来啦，你啥你个来？我来做阿姨，我就拢会讲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哎，我很爱她。哎，那这个代志啥物？那八人的代表你很爱她？有啊，迄台湾歌甲我改啊。改啥物？怎样？你那么爱她，为什么不把她留下？所以把他留下代表很爱他。那个是把他留下，不是把他留下了。你卖团的我袂讲。啊，今仔日到底是什么？等等，你对话，这后边啥哩啊？树木灰啊，
主目会是安那？迄就是今仔日所有的学弟学妹，都是万众瞩目 number one 对了。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哦，第一代查甫，我嘛要参观，参加迄系学会的系会长选举啊。结果我讲哦，这一二三四楼拢查某民宿，迄第三间尾啊变做查甫的去哦，全部的学姐哦，傲毒。所以哦，今仔日哦，哇，你来看，这国宝话呢，真赞呢，哦，头前呢。今天刚是咱的台南第一个底下来啊！关键用头前来看麦，好看麦，看麦，来掌声欢迎台南第一个，之前是较早伫学校第一尊创团吼，来做这个布袋戏团第一尊的布袋人啊，请了。噔噔噔噔噔噔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下南印大侠啦。今仔日来参加学弟妹的这个毕业典礼，感觉非常的荣幸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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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默默默，假惺惺惺惺，硬默默默，假懵懵懵懵懵。你讲话哪安尼？因为为歹人出来爱哀哭哭哭哭。那啥拢？人工 echo 的对了，不错，你就是南印第一名。哦，万能的嘴开黑魔神，今日来到这个所在是要创什么会呢？听着，咱两兄就是十二当前伫遮，嘛是咧做开幕的布袋人啊！爱水，十二当后咱嘛是伫遐伫遮，但是这个是合并的，会超入顶了。是啦。所以我徛伫遮念过去，就是万众瞩目，瞩目花。啊，那我呢？你若为遐念过去，就是花瞩目，木瞩目，张同木瞩，你就是歹人。徛这边的，就是好人。点起，何无之日好？今仔日在这个所在，你我一定齐全。朋友，弯弯修修，黄坡几时休？因为小说哪样来啊？哈！紧张紧张紧张张，刺激刺激，上红一阵，到底谁胜谁败？要比精彩结果，请看后回电梯分晓。感谢大家，谢谢。非常欢喜，等下好哦，来做表演。较早我会记得，阮钟穗兰主任哦，较早做主任，教阮一句话啦，做树住千金，不如穿住一家啦吼。就是吼，你都有遐侪钱，不如来大学好好学习一项才艺，会当永永远远未来伫社会、伫国家会当好好发展。这就是这间学校对我上大上大的鼓励，啊嘛是这间学校，予我咧一直伫这个社会上会当勇敢，踏上各种的舞台，甲大家来做服务。祝今日大会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的统计到目前，现阶段有1000多个学校，是全国最大的内地学校。第二名应该是看得到我们的收入，即使国立大学也是如此。然后最近啊，因为最近刚好是我们基金的导向，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年我们要招100个报名的197，真正来面试的197个，哇，这个要掌声非常热烈，因为真的是。你仔细参加博士班考试，我看都有可能缺考。然后因为考生哦来了家长，等我把他介绍美术系完了以后，我说各位家长，你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不是不会录取？他们说对，因为你看看197个通通来，所以你看多了。
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美术系的书展一个掌声好不好？然后我也跟家长，我们美术系一直有漂亮的传统，给他教育他这些技艺，更重要的我们美术系最近几年我们还办了活动，帮学生考的重跟企业节，把这些重卖给企业，让企业来收购，让有智慧的企业来收购。我也跟企业家讲，你现在说这个价钱还买得起，几年以后你买不起。相同的这些话，我也要跟两位馆长讲。一个美术馆，一个是图书馆，如果可以的话，学校的师长还有应届的毕业生都是你们最好的机会，我们给两位馆长一个掌声好不好？你收藏我们美术系师长这些作品，这个是把很好的美术文化留在台南，不要让别的美术馆去把它收走。我相信这也是最好的决策。如果有需要，我就跟市长报告一下。再不收藏的话，会被人家收走。因为在座的也有企业家，也有画廊的负责人，都是机会的。各位，你们相信吗？相信给我们应届的毕业生一个掌声好不好？艺术创作是一条很艰辛的路程，可以从这么小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在校园有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就拿着画板让他们走，我就觉得他们好可爱。他们在这一条路上就这样，我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不容易。然后我们也期许，因为有各位的鼓励，有企业的愿意收藏，在这条路上他们可以走得更远。我认为这才是艺术创作者需要大家给他的肯定。然后在我们台南市号称是一个文化的城市，如果大家愿意给这些艺术创作从台南出发走到全台湾甚至走到全世界，我认为这也是台南人的福气。我们给台南一个掌声好不好？其实在艺术的学院的经营里面，其实董事会是很支持的，因为这些都是亏钱的。但是这么久以来，我们学校今年创校60周年，还一直在经营这一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艺术总是要有人来推广，一定要有人来投入，当然也要有很多老师来协助，当然更重要是学校愿意来支持，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如果全台湾来讲，如果台湾没有在走这条路上，应该全台湾应该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号称为文化的城市吧？在座的各位同意吗？所以我也要请议员，如果说可以的话，在议会里面也帮忙台南的文化这一块发展上，我认为这是值得去推广的。当然是需要很多人的投入，学校、学生、社会大众，给他们在一起来耕耘这一块，这块的园地才能发芽茁壮，甚至把台湾更好带到全世界。最后呢，我们是给所有的毕业生一个非常肯定的掌声，好不好？祝他在未来的路上去创作，让台湾的这些艺术文化发光，是从南音大出发。然后最重要是感谢各位的莅临，因为
人影林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支持者。最后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对南英大的支持。罗子木台的总理事长非常高兴，好，我们今年一一三十的这个毕业展，这么多的贵宾来给我们支持，好，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一来就已经很快乐了。看，第一个是看到我们毕业生真的把他们作品值得呈现出来，好，那再来看到各位，包括许多馆长都行程，包括本来文化局局长也要来，好，他也是临时的这个开会，好，没有办法来莅临现场。我想我们的毕业生事实上慢慢的好受到大家的这个社会感动跟一个注目，好，我想我们南英大美术系长期以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走这个技职体系的，要颠覆这个技职体系对于这个升学主义的。当校长讲我们的七季美术系就在三月三十号招生，真的那天早上被吓一大跳。我们办公室考校三处有194个考生，加上家长三四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几步几道的美术系，哇！但是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么少子化的一个现象下，美术系竟然可以茁壮，继续的茁壮成长。那我后来在说明会里面就问了一些家长。为什么带给小朋友来念学校？真的，他说就是当手来两个来哈，那个记忆啦，从你奶奶家里拜师去，你来帮忙喝他困难的，困难关的小朋友，我听了都很感动。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这样子，他不大愿意小朋友在三年的高中继续去读，他不会的这些数学、理化、物理、自然，我也不会，但是他喜欢画画，啊，他喜欢创作。他喜欢做一些很有创意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目前技职体系越来越缺少的这个成分。所以我们美术系长期以来，除了这个的训练之外，接下来我们也跟社会企业结合。上个月我们才刚到了南台书店，所有台省去开发了很多的这个企业家进来校园，所以我们的走向跟一般的大学美术系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走出学院，走出这个。长期以来，而且跟所谓真正所谓一期结合，我们实际的一步一步慢慢的脚步去做到。那接下来我想感谢两个单位，就是一个很可惜哈，就是世界蔬菜中心。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上海，我们台湾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组织，是早期联合国，90年哦。那这世界蔬菜中心的执行长本来今天他很兴奋，哦，他要来，可是因为连假，真的外交部，他是属于我们现在要外交部的这个单位，那对我长官来说没办法。那他们这个执行长是荷兰人，那他我们跟他们说，他来参观我们这个美术系。哦，对，来主持人，我们本来很兴奋的哦，这个主持人他念第一次彩排的时候，英文名字不好念，他不断的念的开始很顺，结果念很顺的时候，前天听到哇。当天 Marco 不来了，所以没关系，我们给我们的女主持人再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世界蔬菜的中心执行长，来 ，Bravo， 等下掌声鼓励一下，还有我们的执行秘书李亚达跑来的女士，哇哦，谢谢你。那这世界蔬菜中心执行长是他非常，他就想要他们那个有一个公共艺术，想要找一些美术系合作，那我就带他。好，他非常喜欢我们美术系的一个开放空间，所以等一下各位贵宾如果有空的话，留下来看展览之外，今天参观一下我们美术系，我们把整个空间变成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空间，那非常符合他们这个理念。那重要的是他跟我们签了产学合作，连续三年答应赞助我们的毕业生的特优奖金。连续三年了，但是我觉得平白无故请他们赞助不好玩，所以我跟他提议的就是艺术联合的方式。我说每年事实上他们艺术的世界蔬菜中心有40-50位的来自国际的这个科学家、那个生物学家、植物学家。那我觉得让学生特优的作品，我们用租赁的方式，每年我帮他换一批十几件，就摆他们办公室。这些学生的作品可以进到这些国外的公司，我觉得这个很棒。好，那不是，那他们也真的赞助了我们这个学生的一个未来。好，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哈，我也要跟这个，我等一下会录影传给他看。好，这个好，那第二个单位啊，我们非常那个我要介绍，就是我们的杰出校友哈，比特科技公司的彭应真哈，彭女士。好，这个我们叫应真姐姐啦，我们南美馆有志玲姐姐嘛，都是我们这个公益小天使。
应真姐姐是我们南艺大美术系的这个公益小天使，她本身就是一个募资平台，哈，也是企业，好，所以她也赞助我们今年的毕业生的一个特优的这个部分，好，非常感谢，好，像所有的画廊业者，那个这个校友们，或是所有的艺术界人士，我想大家好都愿意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一个。一个活动，而且我觉得我们南艺大美术系走出校园，我事实上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校园的地方。好，我们在学院里面所教授的，已经不再是课本里面、美术史里面所传统的这一套方法，而是我觉得疫情过后，我们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走出一段实际的，这个叫作战经验、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每次走到三画廊、走到索卡、走到东门，都哎、欸、先生你好，不是，都是主任你好。都是我们学生，好，所以我觉得能够在第一线上，好，我们这个当作是人才库的方式，好，来为我们的这个艺术环境，好，大家一起好来做，而且我觉得我们方向要准确，因为技术体系事实上是长期被忽略的一群，但是我觉得以后如果缺水电工、缺建筑工，也不是那么好的，对国家发展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一直以来，从上任以来，我就一直去区隔。到底我们美术系跟一般大学美术系有什么？好，那我相信啊，今天在我们113级的毕业生里面，很多人事实上都做到了。好，他们开始毕业，即将拥有的就是一个记忆。好，所以是不是我们113级的毕业生来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你们今年真的都顺利可以毕业，然后这么多的来宾来看你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哈，那个我们上一个月才办完南艺大音乐奖，有一个孙艺文同学。但这一群同学，孙艺文在吗？啊，他的水墨，他从去年暑假就不断的在练功，就慢慢的磨，慢慢磨。然后我们南艺大艺术奖找萧琼瑞老师，好，当评审。像我看萧老师在评审呢，看到他作品眼睛一亮，他马上，他说他要把他的作品写入他现在在编撰的当代水墨绘画史。孙同学，你还没有毕业，你就被写入美术史了，看怎么办？主任，我在台湾艺术界奔东了30年，都没有人找我写什么美术史。好，谢谢你啊，大家。那这些很多的学生，几乎191个毕业生，里面至少十几个跟着我上山下海，我们去了日本，去了马来西亚，去了越南，去了还有才刚从英国回来的三个实习学生，那是我们疫情过后，我们已经提早部署。最早开始国际化，真的让学生实际到那些最顶尖的东京的这个画廊去看人家怎么去经营那个画廊的作品。我觉得第一线的这个尝试，而且身体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好，最后我就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光临，然后也非常祝福我们113级的毕业生，然后也请各位贵宾等一下有空，请好好的来 enjoy 我们这一次的飨宴。谢谢大家。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现在就是展现成果的时刻。再次感谢各位来宾今天的莅临，今天这个重大的日子拨空莅临。在此祝福美术系的毕业生，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勇敢追逐梦想，让这些梦想得以实现，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接下来是我们的剪彩仪式，让我们邀请担任剪彩的贵宾上台。准备好了吗？3、2、1，请剪彩。恭喜！请收彩球。大师啊，水水摄影来露出微笑，来，布袋戏都有哦，欢迎啊！布袋戏也出来了，来，哦，是哦，来，干嘛镜头？来，下一个来。再一张啊，好，给来看我镜头，来下一个，我说1、2、3，耶，好不好？来一。
美术系二三。好，谢谢大家，谢谢，可以来。可以来，再多人都可以来，来，赶快了，再动作快一点。OK， 来，一二三页，好不好？来，一二三，再大声一点，来，一二三。好，谢谢大家。南雍科技大学美术系好一一三级的这个毕业展，好，那我们今年啊，事实上非常特别，就是代表着疫情后的这个世代，他们整个在这个木，就所谓属木灰，好，这个事实上就是有点要展露的这个光芒，好，渐渐的脱离了这个疫情后的这个阴霾，好，所创作出来这一系列作品，所以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后疫情世代的这个艺术的一个展现。那我们今年啊非常特别，就是说长期以来南英大美术系就是跟社会企业的一个结合，好，我们整出校园，好，跟不只是企业，好，画廊业者或者说任何的资源，我觉得我们未来都可以好好的把它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做到好这个技职体系，好，这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功用。谢谢大家。连续两年得我们南英大艺术奖的一个作品，他大三的时候就打败了大四的学姐，好，那非常特别。好，那事实上他用新的一个水墨的一个非常吸引评审的一个注目，好，这也代表他们整个新时代对这种传统水墨这个技巧上的一个突破与更新。那结果第二名的这一张也是非常好，就是我在致辞里面所有肖琼梅老师，甚至想把他写过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水墨的发展，哦，就是还没大学毕业，事实上他的这个技巧，哦，事实上就已经受到这个专家的一个。Let's go out and be wild, do it while we can. Ooh, ooh.